Thank you.
不行，我行啦。
早餐，你带我行李应邀，我赚多少钱？感谢你，谢谢。在座感謝咱遮个店家吼，咱遮个头家头家娘，用遮个真诚心情吼，来欢迎我到阳光空间吼，来用咱个方法，来比如讲咱高价机，用咱新的应用，用光速看吼，一切平安顺遂。在座感謝吼，今日咱就来福建乡。关于我们的这个活动工地，还有团体间的团队，可能常务，可能调解好下来，我们交流一下，咱们互动一下，再互相。
Thank you.
还是这么好的。